千万不要用力推拉牵扯。如果超出自己极限边缘的动作，就是错误的练习。三，如果在练习的过程中出现体力不支或身体颤抖，请即刻收工还原，不要过度坚持。瑜伽的好处非常多，那就请大家关注瑜伽快乐大本营，我们一起来练习吧。